猪肚在锅里拌炒，这道主打酸辣 Q 嫩口感是很受欢迎的年菜。哦，它是酸辣，调好味道，再倒入猪肠，用大火慢慢收酱汁。这是另一道热门菜——姜丝大肠。这个已经炒了无数次了，吃起来口感怎么样？脆脆的这样。接下来，猪肉菜又反登场。 这头快刀切红葱以及蛋黄，另一头看到内蒙的中破塞真的很忙，在这里呢，油饭一开就是8锅。糯米在锅里头吹蒸，白烟冉冉升起，大厨得盯着时间实时确认。然后看它里面有没有熟。熟度 OK， 可以起锅了，接着拌料包装。今年比去年好很多，目前都一直在出货当中啦。不要忘记再加上防疫松绑，内门中破塞的订单回来了，这碟是周六要接的厂，到屏东、台南。现在假日要忙板的，平日得忙宅配订单。这个咱的年底要来做个举办，啊，所以咱的订单业绩增加到三成四成，所以咱会看到百人桌、千人宴。 中破塞开心地说，明显感受到市场回温，保守估计目前尾牙订单和两年前相比成长了40%。哦，这拢切掉啊！另一位中破塞也说，和疫情前相比，目前业绩恢复80%，好日子几乎被顶光了。餐饮业终于要迎来暖阳，再忙嘴角也会笑。华视新闻苏文娟、徐静一高雄报道。